大家好，欢迎来到 veganvv.com 网站。我们正在连续推出像这样免费的素食食谱。在我们的网站上，您可以同时看到多家素食餐厅和他们的一些餐品，还有更多的素食餐厅将上线。素食人群开始把他们自己的素食经历发表在 veganvv.com 上面。我们希望这些信息既增加了您吃素的信心，又为您提供了足够的方法去吃素。吃素将使您自己受益，使我们周围的环境受益，吃素也会让我们的大地母亲受益。祝您在探索素食世界的过程中乐在其中。我们现在来做金猕猴桃奶昔。这杯奶昔的用料很有营养，猕猴桃也就是奇异果，富含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具有多种健康益处。猕猴桃可以提高免疫力，降低患疾病的风险，它们可以帮助促进规律排便和消化系统健康，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反应，可以保护身体免受炎症和疾病的侵害，可以降低中风和患心脏病的风险，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可以减少便秘，可以减轻哮喘症状。猕猴桃还有助于预防眼病，促进整个眼部健康。大豆也就是黄豆有许多健康益处，大豆可以降低患心血管疾病、患癌症的风险，改善骨骼健康。大豆提供的是优质蛋白质，它们可以减轻更年期症状，可以降低胆固醇。我们也要注意大豆过敏。蛋白质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由称为氨基酸的化学积木搭起来的。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单元，氨基酸构建和修复我们的肌肉骨骼，并且制造激素和酶，它们也是身体的能量。必需氨基酸是我们的身体本身无法合成的氨基酸，我们必须通过饮食摄取它们。一共有九种必需氨基酸，它们是组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蛋氨酸、苯丙氨酸、苏氨酸、色氨酸和缬氨酸。大豆是含全部九种必需氨基酸的三种植物之一。大豆提供的是完整的蛋白质。让我们开始好吗？我们需要一杯250毫升冷的豆浆，这杯是自制豆浆，可以在 veganvv 的网站上找到自制豆浆的食谱，也可以在超市直接买豆浆，2到3元1升，三元一升就可以喝到这么高质量的蛋白质，不贵，我可以每天喝。一只猕猴桃最好选非常非常熟的，1/4 茶匙的糖，不要多，把猕猴桃的味道调出来就可以。您可以在这个食谱的最后观看怎么使用 veganvv.com 中文版的指南。把猕猴桃洗一下，削去皮，切成小块，把切好的猕猴桃块倒入奶昔杯里，加入糖，
加入豆浆，开始制作奶昔。确保它们充分搅拌，一杯金猕猴桃奶昔就这样做好了。整杯金猕猴桃奶昔，猕猴桃是主角，这杯泡沫奶昔是为那些喜欢水果新鲜时的那么一点果酸和果涩准备的。四分之一茶匙的糖正正好好的把猕猴桃的微酸和微涩带了出来，猕猴桃本身是非常甜的。奶昔里还有没有打碎的猕猴桃块，可以品尝到猕猴桃块本身的甜。这杯奶昔让我在同一时间分别尝到了猕猴桃生果的微酸微涩和熟果的甜。我喜欢的是这杯奶昔的回味，那是一种留在嘴里蛮长时间的清新，犹如早晨吹来的微风。这是有关如何使用 veganvv.com 的快速指南，希望这个指南能够帮到您迅速找到您的需要。 veganvv 把植物分为四类，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干货。在这四个页面里面，您即使不知道这个植物的名字，您还是可以通过图片找到它们。通过电脑鼠标的移动或者手机上移动手指，植物的图片会出现。找到您想找的植物以后，点击它的名字，这种植物专门的一页会跳出，每个植物页面都提供有关这种植物的营养益处，并且列出了所有食用该植物的食谱。例如到干货选大豆，点击大豆以后，大豆页面出来了。在大豆页面里，您可以找到大豆的健康益处，您也可以找到所有使用大豆的食谱，选任何一个您喜欢的食谱。让我们选一个芒果豆奶昔，芒果豆奶昔食谱页出来了。在这一页，您可以观看制作芒果豆奶昔的视频，您可以看到这个食谱的材料、配料、提示、其他和制作步骤。您也可以把这个食谱通过脸书、Facebook、微信和推特分享给其他人。如果您需要纯素早餐、午餐、晚餐、餐间小点、饮料和汤品的建议的话，点击步骤旁边就可以了。比如早餐的建议，所有适合早餐的纯素食谱都会列在跳出的早餐页面里面。点击其中任何一张您喜欢的食谱的照片，这个食谱就会跳出。你也可以直接到膳食，点击下拉菜单里面的早餐就可以了。过渡产品列出了素肉、植物制乳制品和植物奶，它们有的是工厂直接生产的，有的是自制食谱。如果
您还在对是不是吃素犹豫不决，您可以看看实话吃素页，在这里人们在告诉您他们吃素以后的亲身经历。Vegan VV 请求所有人的帮助来缔造素食社会。在首页您可以发给我们您喜欢的素食食谱，分享您个人的素食经历，或者推荐素食餐厅。一些小建议，比如如何加热面包的视频也在主页。为方便起见， Vegan VV 提供搜索功能，右上角和下面中间都有搜索功能，您可以把您要搜索的内容打字进去，例如植物的名字，然后回车，可以找到所有关于这种植物的信息。输入豆浆，所有豆浆的食谱出来了。输入糖尿病，可以找到所有对糖尿病有益或者有害的植物的信息，这里有111个有关糖尿病的信息。到目前为止， Vegan VV 有两种语言版，英文和中文。通过转换右上角的中英文键，您可以把任何一页从中文转到英文，或者从英文转到中文。 Vegan VV 还处于发展阶段，超过100个素食食谱已经完成摄影工作，处于编辑阶段，许多素食餐厅还在等着在 veganvv.com 上面被列出，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使它们尽快实现，所以请尽可能经常访问 veganvv.com。 感谢您。素食、素菜、蔬菜、蔬菜、水果、谷物、豆子、坚果、种子、红色、绿色、紫色、白色、黄色、亮色、脆鱼瓜在滚动着，和自行车一样在滚动着。带着我们驶向太阳，阳光照耀着我们，阳光在西贡市上跳着舞，素食者，我们是太幸运了。吃素使我们身心更加健康，让我们在家庭中其乐融融。素食让我们精力充沛地去做曾经意犹未尽的事情。当所有的人都吃素的时候，这个世界将会多么美好。大鱼、小鱼、鱼儿们，这些鱼的命差一点就没了，还好人们把它们从市场里带出来。
而且捧着他们，把他们送到了水里。自由地回到了水中，鱼儿们才可以呼吸。江河湖海才是鱼儿们的归宿，那里有着他们的家。吃素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吧！大鱼、小鱼、鱼儿们，有一次，在被放回水中以后，这些鱼儿游成了圆圈，游成了心形。他们在用他们的方式说着谢谢。哦，我们听到了。那是来自他们心里面的谢谢，来自大地母亲的感谢，来自宇宙的感谢。素食在世界各地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商业机会，素食把大批的就业，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的带到了您的身边。不管您是不是吃素了，请帮助我们，帮助全世界，请尽情分享，为世界分享您个人的素食经历，分享您喜爱的素食食谱，分享您喜爱的素食餐厅。还有，如果您愿意的话，帮助把 Vegan VV 翻译成您的母语，让使用您母语的人了解素食，请到 veganvv.com 主页去查看详情。让我们一起向前迈进，迈向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迈向大地母亲更健康的生活，迈向未来。感谢大家，再见。